民，只要垫上它，再也不怕老公孩子卷着床单到处跑了。可以随意裁剪，把它铺在床单底下，睡觉时怎么折腾都不要紧。像家里经常打滑的地毯、沙发垫、桌垫、瑜伽垫都可以用，它太赞了。第十四名，床头上可以套一个，这种床头套弹力很大，里面是加棉的，舒适保暖，看着也好看，边上还带有收纳袋，平时放书放手机就很方便。第十三名，觉得发明这个东西的人啊，真特别牛。床垫太重了，每次铺床都特别费劲，把它插到床垫下面，床垫就被抬高了，这样在铺床垫床立都特别轻松，不会压到床，还可以直接用它来整理床单。有了这个，不用再累得满头大汗了，非常实用。第十二名，床上放了这个，真的是舒服到家了，放在上面玩个手机看看，舒老婆劲了。毛绒的材质特别舒服，放在床头啊、沙发呀、椅子上都老婆劲了。它这个角度刚好撑起你后腰和后背，坐久了之后你往这一躺，这还能撑着你的脖子，脏了也能拆下来，单独洗，还能当靠枕、枕头、拉枕，老实用了。第十一名，这三毛器的设计真是深得我心啊！一面是滚筒三毛器，一面是刮毛刷，平时穿的大衣、裤子上的毛球、棉絮啥的，轻轻一刮就掉了。沙发上的头发、猫毛、狗毛啥的，用这头滚一滚，瞬间就干净了。脏了直接撕掉，还自带一个收纳袋。第十名，早晨接头热敷五分钟，一天神清气爽。用这种美容热敷毛巾，敷面内实柔软，能够促进毛孔张开，后期护肤也能更快的吸收。第九名，100个人上我家卧室，也有100个人问我卧室喷的什么香水之类的，其实用的就是这个香薰蜡片，在卫生放一片，卫生间放一片，去除物衣柜里放一片，所有的衣服都是那香味。第八名，家里有衣服要熨的，一定要买这种手持挂烫机，体积小，蒸汽大，一分钟就能烫好一件衣服，360度无死角熨烫皮，烫挂烫滚，烫完的衣服就跟新买的一样。上学、出差、旅行都一样。第七名，我敢肯定这个拉丝袋家家户户都能用到，每年一到换季，衣柜里只能装下一层厚棉被，特别占地方。而这个真空压缩袋可以把空气抽走，加上这么厚的棉被，很快就变成薄薄东西。建议多选电动的，不用费油，方便不宽的羽绒服、棉服都可以用它来收纳，还防尘防潮，这样柜子里节省不少的空间，又可以装很多东西。第六名，真绝了，这个台灯也太适合放在床头了，它四面八方都是插头，还带了两个 USB 插孔，灯光有三个颜色可以自由调节，一键开关，甚至还自带了个手机支架，完善企业看书都很方便，床头有它一个就够了。第五名，有枕头的可以买一个枕巾，四角带有扣子，一卡一扣就行了，材质柔软，摸起来也很丝滑，也不用担心枕头发黄有异味了，关键每个家庭都能用得到。第四名，裤子这样放在衣柜里看着挺整齐的，但是一拿就烂了，现在都用这种收纳和叠好的裤子挨着放进去，每条中间都有隔板，除非没有隔，又不会影响其他的大号用来装裤子，小号用来装短裤、袜子等，这样放柜子里容易两难，怎么拿都不会乱，非常节省空间，又可以多装些衣服了。第三名，但像这种打气球的衣服啊，出门前我都会用这种油漆处理一下，不然在柜的衣服看着都会乱。这种升级版贴的是又快又干净，里面也做了加密，贴得干净的同时也能够显示干净。中间还是加厚加棉的，就不用再铺棉絮了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，质量很舒服，再提醒你哈。